现在淡化了一点，就这一点功夫就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那就做阿弥陀菩萨。这是阿弥陀佛智慧威德神通的价值啊。换句话说，这他给你的不是你修得的，这个很了不起啊！佛在一切经里头从来没讲过啊，只有在这个经上讲的啊。我们相信佛没有妄语，佛的话句句真实。学佛的人就是走菩萨道，菩萨是印度话啊，意思就是觉悟。我们不愿意再迷惑了，我们要走觉悟的道路啊。觉悟什么？对于宇宙一切事物啊，道理明了明白啊，我们接受佛陀的教诲啊，依照他的方法来学习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你要想把你提升，没别的，放下烦恼，放下习气，这个太重要了。你烦恼习气不放下，那是障碍，障碍你觉悟，障碍你提升啊。常念我净觉心，净戒心后面讲了，就是清净心啊。你常常想到阿弥陀佛心多清净，他看破了，他放下了，他的心多平等，他做了榜样给我们看了。我们只要念佛念到心清净了，跟阿弥陀佛的心就相应了。他清净心，我也清净心，心心相印了。你想到极乐世界去没问题了，你的愿望达到了。寿终时，我与不可计比丘众，我是阿弥陀佛啊，代主很多很多的比丘众，飞行迎止，他来迎接你啊，站在你面前呢 啊带你到极乐世界去，即还生我国，要带你到极乐世界去。底下这一句可不得了啊，做阿惟约致，阿惟约致是印度话。梵文啊，是什么意思呢？不退转菩萨，这不是普通菩萨啊。所以这一愿你要记住，在第十八愿里头，生念必生呢啊，这汉译的，做阿惟约致菩萨。啊，阿惟约致菩萨就是成佛了啊。大乘教里常讲啊，华严经上的三种烦恼啊，不执着，你证得阿罗汉；不分别，你证得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你成佛了。阿惟约致是不起心不动念啊。要知道我们往生是待业往生，我们没那么的高的功夫啊，甚至于连执着都没有完全放下啊，只可以说我们分别执着淡一点了，不像从前那么过分了啊，现在淡化了一点了，就这一点功夫就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那就做阿弥陀菩萨。这是
阿弥陀佛智慧威德神通的加持。换句话说，这他给你的不是你修得的。这个很了不起，佛在一切经里头从来没讲过，只有在这个经上讲的。我们相信佛没有妄语，佛的话句句真实。阿惟越智是位不退，菩萨的地位不会退，行不退，念不退，所以圆正三不退，圆满正的三不退。严格的说，到什么时候才真正菩萨修行修到什么地位才真正圆满正的三不退的七地，地位高了但是正德呢，正德原叫初住就正德，超越十法界了这样的人生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不再同居，不再方便由此可知，生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这还得了为什么十方菩萨向往极乐世界？道理就在此地，没别的。你在别的佛国度里头，要想修到这个层次，很辛苦很长的时间。到极乐世界一去，这个地位就获得了。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那么这个下面讲的这个黄老在那住出来了境界心即是清净心，以及往生论中的清净句，佛名无量清净佛，佛心无量清净心，总之是一法句，即是清净句清净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一切是一句佛号，归结到阿弥陀佛四个字阿弥陀佛就是清净智慧，阿弥陀佛就是清净句，阿弥陀佛就是无为法身。念佛的人懂得这些意思你问为什么念阿弥陀佛不知道？念阿弥陀佛什么好处也说不出来。这谁相信你？真相信你了，那个人家迷信了。也不错，他迷信了。迷信他会念，能不能得到这个利益呢？不太容易。所以同学们一定要知道。学佛不听课怎么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教学上课没教我们念经那时候没有经本一本都没有只是天天听他老人家讲听明白了听懂了就把一切不善的念头改正过来，那叫修行所以修行这两个字，修是修正，行是行为行为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这个名词要搞清楚行为有三大类，第一个是思想，第二个是言语，第三个身体造作思想就是心的行为言语口的行为，身体造作是身的行为，
所以行为再多，用这三个身、口、意啊，意就是心，全包括了。啊，三种行为不正、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今天很少人懂得这个名词真正的意思啊！什么叫修行啊？啊，每天敲钟摸鱼念经拜佛，那叫修行？不是啊！啊，天天念经，天天拜佛，还是胡思乱想，一点你行为根本不相干嘛！那你怎么能得受用呢？啊，真正改过来了，啊，念头说自私自利是错误的，名闻利养是错误的，啊，贪念五欲六尘错误的，把这些错误的念头修正过来，啊，从哪里修呢？给诸位说，要从根本修起，啊，佛家讲的。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这是三个原则，啊，那今天我们看看，在家佛门弟子，十善业道没做到，啊，出家的佛门弟子，沙弥律仪没做到，没做到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他为什么没做到？他没根。啊，所以想学，学一辈子都学不下，一定要从根扎起。啊，第一个根是《弟子规》，你《弟子规》做不到，你十善业怎么会做到？不可能嘛！那沙弥律仪更做不到了吧？啊，所以我们要晓得。在从前都有根呐、啊，现在没有根，现在要干还是从老的那个根干起。啊，像盖房子一样，啊，在佛法里面，《弟子规》是我们的基础。像盖房子打地基呀、啊，啊，感应篇还是打地基，啊，这两重你这个基础稳固啊，你才能盖大楼啊，啊，十善业道第一层，沙弥律仪第二层，楼房二层。啊，再往上，比丘是第三层，菩萨是第四层。啊，所以今天一层都不能成就，没有如根道的弟子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